国立嘉义大学创校百年，民国七十年代期间，为了扩大南坛校区的校地，征收附近古老的土地，有一座小小的石造土地公庙，获得书也被纳入校园之内，并且保存至今。根据当地老一辈之称，土地公庙已经有超过200年的历史。该大学校内的老旧土地公庙，长宽拢无到一公尺，加上位在无容易被人看到的位置，未少学生甲老师拢唔知影学校内底也阁有一间土地公庙。下时的时候会来这边跟土公就是拜拜这样，然后会跟他就是说说内心话，然后寻求一些心灵的慰藉，这样会让我的心灵就是比较平静，让我可以更平静的心来面对课业。该大学校长艾群表示，因为旧庙年久失修，信众参拜不便，原本规个要修建庙前无障碍通道。之后了解该大学的校友会加码号召热心校友捐款重建，总共募集到将近300万，在旧庙边啊新建，就此保留在地历史人文。目前的罗清源市长，他们来看了以后说，那这个土地公怎么放在地上呢？不应该的，是应该把它。台上来坐在一个供桌上面，所以才有这个因缘呢。大家呢起心动念，后来又有那个南洋集团的萧东坡总裁也一起加入，所以才会有这个因缘具足，把这个庙的兴建完成。这一年机会啊，来为了来开会，你校长是哦，大家在那边讨论事情，如果鼓励所有这里。该大学合作社经理朱淑玲表示，土地公百年来守护校园，新建工程已经完工，全新奉祀的土地公形象也立花安座，未少师生专程前往参拜，祈求身体健康、学业顺利。我就一个因缘际会，就想说我来帮他做布道。后来呢，就因缘具足，大家说来帮他盖庙。从我们决定到现在，没有超过3个月。要建一间庙不是那么容易的哈，就是说各方面的因缘具足之后，只3个月我们完成了这一间这么漂亮、这么完整的一间庙哈。该大学表示，老旧的土地公庙因为近近该大学南坛校园周边落了历史名开垦的历史，目前是加以保留，予大家参拜祈福。而这间土地公庙也成为当地民众甲师生的信仰中心。新闻台民间的采访报道。